And the best actor for this year goes to Louis Koo. Sammo Hung, Sammo Hung, 古天樂先生. 古天樂先後三次入圍金像獎最佳男主角, 憑著《殺破狼》《貪狼》一片, 令他首次躋身影帝寶座. 這幾天真的很緊張，拿定不拿呢？但我坐在今晚，我整晚我自己發覺一件事，最重要是我們香港人怎樣做我們自己香港電影，不知道呢，我由楚元叔 拿一個中秋情侶獎的時候， 我在TVB跟他一起拍戲， 我坐在前面那一排等著埋位而已。 當時我的演員， 我問他一句話， 我說楚元叔， 你以前做導演的時候， 你怎樣拍你自己的戲呢？ 他只是說一句話， 我學到今日。 他說的一句話就是， 記住， 永遠， 永遠， 每一場戲， 每一個對白， 你不要放棄， 埋到位， 再度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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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一個好的電影是不可以放棄的。 到Pauline拿獎， 真的， 我想我們現在很多香港的從業員， 在現場大家都認識Pauline， 真的， Pauline在我們心目中， 不知道，不要說到剛才那樣，是演員才認識他， 不是， 他整隊Crew裡面 是一個開心果，很開心。 他帶給我太多的歡樂， 不只是XO像的問題。 我很想說的就是我們香港人今天要團結， 我們今天一定要做好我們自己的香港電影， 這是我很想說的。 好了， 我不知道說什麼了， 因為我其實沒有想過，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多話說的人，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說什麼， 但我怎樣都要多謝 殺破狼貪狼的所有的單位。 我很多謝這部的所有演員， 因為大家都付出的， 尤其是要多謝就是洪金寶大哥。 我不是一個懂動作的人， 他叫我去做， 我相信 怎樣都好，出來好完不好， 我相信這部戲是群策群力去做的， 做到一部我們應該要做的戲。 我很多謝我的經理人， 因為沒有他們， 我沒有可能這麼專心拍好我自己要拍戲。 我很多謝所有支持我的人，還有我很想很想多謝我家人。我家人其實我現在這麼大的人，我跟我家人一起住，我每一天都說媽叫我起床。我不可以不跟我家人一起住，因為我覺得一個人最重要有一家人的支持， 就等於我們香港電影，我們要有所有我們香港人一起的支持，我們才可以做得我們香港電影更加好。My daughter, she's been missing for 6 days. If anyone knows her whereabouts, please help me. Hey!
preferences? Young and durable. Where is my daughter? Chiba, let's accept Kadinisa.